越南文化及旅游部最近颁布多项决定，将多地民间表演艺术、传统节日、语言、文字、手工艺等领域的遗产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这些文化遗产包括富寿省的潮戏、德勒省的芒屋、山罗省木州县芒桑乡白泰族的祈雨节、德农省嘉义市和德哥龙县麻族的灵神祭祀仪式。另外还有河静省宜春县春联乡甘霖村的求雨节、河江省瑶族的包容对唱艺术、河江省北光县新立乡八天族的丰收节、广义省广义市靖龙乡的赛船节、茶荣省高棉族的求雨节、永隆省的被唱贺文圣庙节、同塔省新富东和沙利市的沙利米粉制作技艺等等。河内有六个遗产被列入，包括国威县柴山乡的天福寺庙会、丹凤县红河乡博阳内村庙会、福寿县纪江乡祥飘祠庙会、嘉陵县金山乡焦村庙会、应贺县和社乡的泽社裁缝工艺、西湖郡富上房的糯米饭制作技艺。